在消费资讯我们要去看一组这个音乐录像啊 MV、嗯、而且是小朋友自己拍摄，还请了副校长出来帮忙呢。是，那如朗小学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青奥会呢，不但载歌载舞拍摄音乐录像，还出动了副校长来编曲了，而一名大学生也自动自发地为青奥设计了专属网络的聊天平台。商业资讯回来，我们继续感受他们对青奥的热忱。早上你好，早上你好。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呢，网络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相扣的哦。嗯，好像呢，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聊天，更是很多国人一种沟通的方式，尤其是年轻朋友哦。嗯，那而且呢，随着科技的发达，现在如果要拍摄一些录像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要拿一个台一个很大很重的笨重的一个录像机，对不对？而我国的一群小学呢，为配合这个青年奥运会呢，拍摄了一段这个音乐录像啊，载歌载舞。自己就可以做主角了。我们先要来看一看这个画面，稍后再向他们了解这个拍摄的过程。小朋友自己拍这个音乐录像，自己就是好像主角这样子哈、哦。是，我们就邀请到呢这个录像当中的主角，其中一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首先我们要就是欢迎，就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电脑科学系的学生潘正祥，潘同学早安。正祥早，您好。另外就是陈祥祥，他是如朗小学副校长，早安，陈副校长。早上你好。以及我们的未来的明星郭玉欣，哎，早安。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Hello。Hello， 你好。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段录像、啊、嗯我想跟先问一下玉欣好不好、嗯、玉欣你拍摄这个录像你是负责唱歌的部分对那在拍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是天王巨星啊在拍自己的音乐录像有啊唱歌好不好玩好玩啊要不要再来一次现在唱得出来吗可以啊唱唱看一小小段好不好 OK忘记陈副校长给他几个调吧唱哪里开始啊开始的部分那个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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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ke Kamanaga Kamanaga Bagi Kita Sama 努力我们要胜利没有那当然呢玉欣他是这个如朗小学的小四学生呢、嗯、这一次呢为了就是支持青年奥运会呢整个学校就是拍摄了这个录像了对啊对那我们请一下陈副长来说说看啊、哦嗯、你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会担任起这个编曲的工作其实编曲不是我负责、其实是那首歌的歌词我们有把那个青奥会的那种价值观融入在歌词里面所以你看他开始都是唱四种语言也是要展现说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和多元种族的特色那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想到要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录像带这个创造是其实是从他们音乐课程中那边开始的而且我们把朋友送去那个录音室啊录音的时候也是很好笑因为他们第一次到录音室就觉得他们说哎很奇怪跟平时像音乐课不一样、啊、对吗有时候他们走调啦走音啦要重录的很多次
所以是蛮辛苦的。小朋友应该很可爱吧，在里头。我觉得他们觉得好玩都够辛苦吧，是不是？是的。好哎、欸，有没有同学唱走音的？有。有啊。有啊。嗯、那你们怎么办？重录咯。重录哈、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唱走音呢？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吗？谁最大声？我。他是主唱是吗？嗯。他有本身是在快音里面、哦、所以他这个音肯定可以抓得很准。